你说了这么多次了，说话不要吞吞吐吐的。下个星期就是期中考试了。嗯哼，那又怎么样？上次约好吃饭，可是吃饭？好啊，那就看你这次的表现吧。考得不错，妈妈要带我去吃大餐了。妈妈说我走了这么急，陪我去逛街。不了，今天我约了人吃饭。我妈妈什么时候下班？经理还在开会，不如您先到办公室等等。请坐。经理还在忙，他说你想买什么先签卡。谢谢。既然你要我买，我就买给你看。我们要去迪士尼跟米老鼠拍照哦，还有白雪公主哦。对对，那我们要记得带相机，不然像上次忘了带相机，多惨啊！这个笨蛋老爸。对，真是的。哎，那不是你朋友吗？哎，静云，好巧、哦。你怎么一个人呢、啊？我妈妈没空。小姐，总计1288，请问你是付现还是刷卡？刷卡。刷卡，好，小姐。对不起，小姐，我们的机器显示你的卡不能过账，请问你还有别的卡吗？怎么可能？再试一次。对不起，我们已经试了两次了。包括。我要跟我妈妈说话。经理正在开会，请稍后打断。小姐，那这些东西您还要吗？不要。好，小姐，谢谢光临。什么？我妈妈晕倒了，好，我立刻赶过去。妈，我回来了。就这样，你可以告诉我，为什么测验你的成绩突然间考得这么差？我，你什么？妈不在家时，你到底去了哪里？难道你就没有复习吗？我，你知道我工作很辛苦哎，我工作的那么辛苦，为了什么？你想要的什么东西我都买给你了，最新的手机你也有了。
你可不可以争气一点啊？够了，我受够了，永远都只在乎成绩，到底是成绩重要不是我重要？我要的不是金钱上的补偿，只想和你吃顿饭，难道就这么难吗？妈知道了，是我不好，是我忽略了你的感受。我以为把你想要的东西买给你，你就会开心了。妈忽略了你的感受，我以后会多花点时间陪你。我也再也不会乱花钱了。今晚我们出去吃饭。